该赢了，朱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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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欢迎六位啊，来到我们最终宣传海报的拍摄现场。最后一个环节，我们来选择你认为哪把椅子是主角坐的，你就选哪把椅子。哎呀，什么鬼？那我成功了有什么用呢？有用，有用，因为乔杉是唯一走过那道真门的主角啊，所以你可以第一个选椅子。他只是第一个选，我选椅子，第一个选不见得到最后位这个。我替哥几个先踩踩盘子，好不好？你打个样，你打个样，我打个样，打个样，你给我们打个样。我坐这儿，我坐这儿，好吧？坐这儿，我坐这儿，我确定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节目是一个有艺德的节目，真正的艺术家绝对不站在最中间，对不对？都是很谦虚的站在。对对对对。说，我觉得啊，不会是中间的，不可能是中间的，不可能，对。我们俩去把边儿好不好？一边一样。对，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在边上的啊，把位置让给新人。被忽悠了吧？你坐这儿不就挺好的吗？对吧？哎，你也和他这个。你看，哎，人性就是这样，告诉我在对边上，还是不甘心在对边上。因为觉得这个太刻意了。咱俩走，青龙有白虎，行，行吧？我愿意。爱怎地怎地，就这样了。好，我们的摄影记者请就位。好，大家坐定，摆出你们觉得最帅的姿势哈。三、二、一。尽了世间事，云中有天朝。我有红鼻梁，我。好，恭喜刘维成为我们本场的绝对主角，获得藤内竞演的大幕永不落的特权。我的妈！我就是那个，我开始就是那个。主角站在中间啊，接下来正式拍我们的宣传海报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不是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刘维，你自个儿来，拍吧，走。你是主角，全世界就你一人，我们不理你。你站起，回去，你就这样，你当主角，全世界抛弃你。来，我们走了，走了。谢伟伟给你抱上。走了。拍两张吗？你主角，哎呦，你看这主角哎，怎么长这样？你看，他越照越兴奋，你这样。我来了，你去死吧。我们最终在完成。一张宣传海报啊，来最帅的姿势啊，来吧，三二一，耶，金立 S10，哇，把我拍得好帅哦。就是告诉你说，不要永远是觉得自己是稳赢的，对，其实随时可能在都会发生任何的事情。那我觉得也为这个你感到很开心啊，对 ，Enjoy， 对，没想到今天是这样一个结局，但是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。我们所有人的身份都转换过，没有谁是永远的主角，也没有谁是永远的配角，所以千万不要对自己的人生不自信。你们真的是自己人生的主角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。我是，这就是挑战的法则。